啊？過啊！有咩事啊，妹？我尋日已經講過㗎啦，我唔中意 Candy Ball 啊！有冇人知？有冇人知點解？你哋都知㗎？唔知邊啊？阿爹，你知唔知？阿爹你過嚟啊？係係，我有啲嘢要同你講。在場的所有人都聽清楚，我要 Candy Ball 在你們的回憶中抹走它，因為即將會有東西取代。你準備好創造新的回憶嗎？